课了吗？我现在录了吗 ？OK。现在要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战利品。我们刚刚去哪里？去买什么？讲大声一点啊！买的棒头发。好，来，先给，先看一下波妞头上这个。头上，你要蹲下，你要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可爱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上面有一个，儿子，小心点。有一个 ，Ash， 这个，没有，绑起来，随随便便绑起来就很可爱。因为我们波妞是卷发，所以随便绑都好可爱。好，这个还有一个什么？我们还买一个，这个是这个 Bono 自己选的，对不对？马斑马的哈。然后还有几个这个小小的，还有几个妈咪可以用的，这一个都40块，很便宜。这个也是。这个是一组的，这个是夹子，好可爱。这个好啦，你过来。这个是一组的，你要弄到镜头可以看得到，你要退后一点，你弄太前面就看不到。弟弟，你要往后一点。这个是 purple。purple 对，那你手上的呢？那个。你手上的是什么？这个吗？这个是red。方便的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，这个是 Carters 跟 Oshikoshi。 我们看看，我大概一个月以前买的什么。寄过来的运费还算可以接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总共8件，只花了大概650块钱的运费。这个是 Bonio 的大象上衣，很可爱。虽然 Carters 在好事多也有，但是你知道，在网络上买就是比较轻松又方便。这是我的。这个是。每次拆包裹都觉得好高兴，哇！有没有很可爱，弟弟的，因为第一胎是女生，第一胎是女生都没有买的。这是我的。好，你要拿高一点给人家看啊。这是我的。好，是你的 ，OK。好，该我了。结果，哎呀，这个，其实现在。穿有一点点，我觉得有一点点热。这是不会凉的。但是你知道，总是要准备几件这种正式一点的服装，这样子可能喝喜酒啊，干嘛都比较方便。这个是，这个是。哎，你不是要弄在那边？镜头在这边，你弄在那个荧幕没有用。你要过来一点，你看这样才看得到你啊。这是波妞的。弟弟现在是8个月嘛，我买，其实买9个月是。这个是波妞的。这个是波妞的睡衣、裤子、上衣，然后他还有附一个短的小短裤。我穿穿看。好，等一下给你穿。那样子算，那样子是3件一组哦。这个是波妞的。这一次主要买弟弟的比较多。
西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破掉的，可能要买大一点。但是现在穿是刚好，再大一点穿就不行。是破掉的。哦，这个 leggings 好可爱。给我比比看。啊，你站起来。哦，刚刚好耶！妈妈好会买哟、哦。还有几双袜子，因为袜子都很厚，我想说买几双薄一点的袜子，夏天可以穿。因为你知道也是要跑来跑去。三个颜色。这是给我弄一下。哦，踢到弟弟了，小心。OK。这就是。他在摇什么？哦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我买的。这是波鸟的，这个也是波鸟的，这也是波鸟的，这是波鸟的，这个也是波鸟的。OK， 就是以上啦。哎呀，耶，拜拜。